中来到玉苗的永乐学堂。那今天的形式也比较特别，今天的讲者有非常用心的带来非常多跟今天主题相关的藏书，然后透过一种 show and tell 的方式，然后希望是一个很亲密的像对谈形式，然后随时对于他讲的话有问题会随时发问的一种聚会。那刘伟虽然是编剧出身，但是他这几年在研究非常多华语书在台湾软体的发展，还有也去到多达12个国家，不同创意空间或是文化政策或是文化工作者的状况。那这几次跟他谈话也有提到非常多非常有趣的案例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其实他要讲到说，大人的视觉文学，那他会从其实是我们所知的漫画，怎么在历史脉络上也变成现在大家口中讲的视觉文学，然后这个在比如说跟纽约的主流或是地下文化有什么样子的关系，以及也会连到其他除了纽约其他几个国际城市的发展。好，那今天大概演讲会分成3段嘛。那像刚刚讲的，也希望在每一段段落的时候，会提出我可能会发问，或是提供一个时间，让大家有兴趣可以请教他，或是做一个轻松的讨论。那我们就欢迎叶伟。或者我们在看漫画的时候，我们会看什么？或者说，现在当你的
看漫画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我有在看什么漫画？你看这是讲是这个的时候，你觉得他是跟你来想象漫画不一样？那为什么要这些变化呢？不是都漫画吗？那其实刚有讲到，因为看漫画朋友不看，那其实是因为读者的在转变。那读者在转变，背后一个原因嘛？为什么会变呢？他不知道，那是因为世界的改变嘛？那。”今年当然大家比较直觉感觉到就是台湾化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件事情也不是好像从天上掉下来，虽然说我们台湾有点很多跟这个社会价值观也好啦，或者说整个社会气氛也好啦，或者甚至创作的那个气氛也好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状况其实早就发生。那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就是东京的国立市场，那跟刚刚的包围其实是蛮像。就是1990年代在搞运动的时候，就是他们也是一样搞了反战。他们因为那时候因为日本要不要参加越战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然后因为日本战后经济开始起飞，然后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社会不平等，所以他们有反资本主义，也反美国化的生活方式。因为日本传统生活方式已经变了，好像越来越势利，越来越功利，越来越就是好像变得的啊，或者是社会的不满越来越多。而且更重要是他们在看。所以这件事情就非常有趣。那因为在196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家会很熟悉说，因为它是一个运动的时代嘛，所以当然大家会看到白宫也在包围。那白宫的包围呢，也是类似的理由，就是你反战啊，反性别种族歧视啊，因为所有的权利的运动都开始出现了，包含黑人的问题啊，包含着女性有没有投票权啊，这些都是最开始的状态。那这种原来的社会价值观好像行不通了。然后这些包围的是年轻人嘛，大部分年轻人嘛，因为我过不下去，或者是我发现说原来爸爸妈妈那辈的价值观这套已经行不通了，或者我觉得我好像不太想要这样生活。那但漫画其实跟摇滚乐是一样，在那个年代，它就变成是年轻人熟悉的一种类型诗。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发现，如果我跟摇滚乐一样，希望没有我的声音。发表我要谈的作品，我要去讨论一些我关心的事情。结果我就发现，我会碰壁，为什么？因为有这个是美国50年代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保守的国家，大家不要想说现在是自由民主社会。50年代的时候，他们有很强烈的反共，或者反共，重点是反共的那个意识形态，所以有麦卡锡主义。然后那时候，整个国会啊，他们也会觉得说，这整个社会是应该要好好的统治，反社会主义。或者小朋友会歪掉，所以就觉得看漫画太危险，就跟看电视一样，你看天天看电视，小孩都会坏掉，然后看漫画也会坏掉，就是所以他们出版界为了要应付这些公费的整管，他们弄了一个这个 Comical Authority， 在1950年成立的，直到2011年才结束，跟两个禁止期，虽然到后半就有点像失去他的力量，但是他影响的非常重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传统漫画就是。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有看过，就是超人漫画，我想到原来的漫画不是长这样，它是这么薄，像杂志一样，然后就是页数很少，20-30页，都是在书报摊在卖。所以其实你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作者，你想要画，你想要画故事，你要找人家出版，就要最后要印成这个样子，然后要记住，就像早上我会看到一派报一些那些人一样，都被发到全美国的各地去卖，像报纸、报摊或是像。但是如果你没有拿到这个 Comic Code 的话，就不能卖，就完全是你卖都不卖，在正常市场都不能卖。那所以你画出来，就算你瞧出，也没有人画出，因为就不能卖。那怎么办？就是开始出现一个问题。那我现在看到这个《Judgment Day》，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其实它是在刚刚讲的 Comic Code 出现之前，它就已经有出版这个作品。它其实是重新再版。他画的是什么呢？他画的不是很好看，就是银河系有一个巡逻员，然后他就是要去世界各地的星球，那个各地宇宙，然后星球去巡回，然后就去观察每个国家、每个星球现在发展怎么样。然后又到一个星球，他就说：“那星球不是红色的，其实蓝色的，然后蓝色的就亮亮，什么东西都被变错见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当他最后就觉得，像这星球很够发展，其他都是平等，他拿下大地狂魔，他说：“他是个黑人，啊，这不行啊！主角怎么是黑人呢？”进。所以他其实再也卖钱出货，但是他要再转手，就因为这样。
所以就是那些出版社就非常非常多的作品都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更不要讲说，说你今天画到了，比如说他们说的所谓性方面的问题之外，你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像这种，有些言论自由啊等等，然后是女生可不可以干什么啊？什么会是正常？比如说，同志这件事情，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是很道德这件事情，他们都看在管，因为你无法判断到底谁最后会说你怎么会过。那怎么办？自己出吧。就自己出，所以为什么就建立不？为什么就会统一出版？自己出最经典的作者，就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到说，反主流啊，反什么样什么，或者人家觉得，你这是小朋友嘛，小朋友是在看小朋友的东西啊，不要画这些鬼鬼。那这个东西好像有点不行不通了，因为其实年轻人会有一些，他观察到或他自己感觉到，好像有些东西在改变，那我要怎么去说？觉得我没有办法说话，那我就自己做。那后来现在大家开始去谈自己啊，或什么之类，其实这个源头都是从这个领域来开始的。那我们就可以举一个经典的作者，包括张宏达的例子。今天这边再次有他的作品，大家可以看。这个就是他的其中一个代表片角色，叫 Chris the Cat。然后大家都看到那个猫的右手在做什么，在抓它，就是以往是一个像史努比啊，特别有爱心的角色，因为他其实他也是在做这样的游戏。那这个作品它其实是利用这个猫这个角色这个 piece， 等于是好像颠覆了跟我们原来社会的刻板印象，一个可爱的动物，然后它会做各式各样成人世界的行为，而且它会符合那个时代的社会现状去。去讽刺的事情，比如说先选一个样的，他就是左上角，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年代其实从40年就开始嘛，摇滚乐的明星歌手都是非常多的 movies， 非常多迷妹会包在周边，所以那就是迷妹就跟着那个，因为这个机器人啊，跟歌手啊就上车啊，然后就被带到房间嘛，然后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迷妹就会吃掉，被因为是迷妹花钱怎么样，就被猫吃掉。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语，但是就是只是说，他的故事里面，他的故事里面就是会有很多可能会用这种比较简单，然后你看起来也其实没有他没有很直接的去做什么性描写啊，他也没有一定要做很挑衅或画恶心或干嘛之类的，但是他可能没画这样的题材的以前就是各种被处理。对，那你就会感觉到，你包含社会的东西也好，包含你在挑战的东西也好，那你在给什么人看？那以前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也是很不一样的。但是 Rambo 他不只做这个，他刚刚有讲的不成世界的包含性的真实啊，包含男生女生的关系啊，包含爱情是什么。所以他的这个 Rambo 那个 Free the Cat， 就是后来他甚至是变成美国第一部好莱坞的限制级卡通。对，就是这个猫的卡通。是美国第一部限制级卡通，大家有机会可以去 YouTube 可以看到好整片，今天应该没有时间吧？然后所以我们就说，其实第一波啊，漫画的这个好像像那个 New Wave， 它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它开始跟我们以前想象不一样，好像是一个娱乐，不是一个买卖行为，或者是一个我看爽，反正啊这个流行啊，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看。那我刚开始，我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我可以表达。用的工具，我可以用来去想说，我今天我看到的是什么，我想的是什么，我可以用画这样的方法来做感谢，这样才有一个社会。好，所以我们看到类似的状况其实不是只有美国来讲是的，因为我们刚刚说，其实日本啊，其实欧陆啊，大语区，其实他们就有点像是世界三大帝国一样，他们都是真正有商业的漫画存在，而且发展的。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可以支撑所谓的我们讲产业啊，漫画职业漫画家、流行文化、这些改变啊什么的。所以对吧？美国刚刚讲的巴哈罗布朗，他是被归在巴哈罗布朗就是从地下漫画开始出来，他其实是从旧金山开始，是跟西平运动是一起的。他一开始是从一种那种大家应该都去家乐福，知道什么说那很大的那个买东西那个车子嘛，他就推那个在旧金山街头，他该卖漫画。啊，这是我做的书，大家都只讲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这样的东西，发现大家就觉得哇，怎么有这么正常的东西？大家就开始买，就是它有点定位性。所以后来是什么样的店就卖这样子的，所以地下漫画是那时候西体当然有很多他们喜欢去的店，譬如说，我要哈草啊，我要曼达拉，
或是我喜欢听迷幻音乐，或是我想要去找些那种卫生针筒啊，或者是你会那种情况聚集的地方，就是不管是喝哈药也好，还是你喜欢那种摇滚也好，或者地下文化也好，变成这样的店流通，那变成美国就有些合法的地方都有卖，我们全部在这边卖，大家可以买卖，这样变成变成另外一个很通的系统。那所以就很有趣，那个独立出版就跟另外一种好像这样的东西，以前不是书店的店里这样子可以卖什么地方。那日本的话，另外就是日本他们自己的菊花运动，今天我们带日本相关的作品来。这个出版社它其实就是一样，就是又一个创立的出版社，一直到现在我们这边，它都还在。它等于是日本最实验、最前卫、最文学性的出版社，叫青林工艺社。然后他那时候自己。做的是圣幽静的菊花运动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组织，然后他其实在七零年代就在画那种在核电厂工作的人，然后外边怎么样子之类的，他可能会有很多这种社会议题也好，或者想象的议题也好，或者是说黑丑的真人的黑夜也好，就是你会发现说他们在画的故事也跟原来的想象的给小朋友看不太一样，他们在想的是我能给跟我同年龄的人看，我能给比我年纪大的人看。能够给世界各式各样的人看。那法语区当然也是嘛，大家都比较熟悉，有像那些笔记啊，或者早期的可爱的或者无年龄的作品。但是其实他们在1970年代才出现的这样子的尝试啊，是因为的尝试，或者是在做实验版画。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新一代以后的作者，那可能可以带过再来看。对，所以其实第一波最直接的。变化是你可以做的事情不一样，画什么都可以画。以前要画流行模拟，比如超人啊、龙甲，要画打斗，要画冒险，要画那种爱情故事。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可以画，什么都没有禁忌啊。那个还有没有什么？
所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我相信现在做的都是产品，已经不只是给小朋友，也不用一定要很游戏。那我们可以说是我们想说的故事，我们要说什么呢？他后来他的这个杂志叫做 RAW， 他们家的作品就是他的这一部叫做 Mouse。为什么叫 Mouse 呢？其实他画的是他爸爸妈妈的故事，他画的就是他爸爸妈妈当年从犹太人从印度从德国一路逃到美国的故事。犹太人就是老鼠，就是成群结队的老鼠，他如何逃离欧洲，然后德国人被画成猫，那个波兰人被画成猪，然后用这样子像动物农庄一样的故事，他却可以去处理历史的现实。他可以去看，你可以看说的时候气氛越来越糟，像这一。大家讲说，那时候他们都自己会害怕会轰炸，会有轰动，而且就是有破坏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在家里要做补件，我要挖地洞，就是你要躲在哪里，那个是你想的事情。然后在社会上，你也从来不想过去，好像会有危险。对，那所以就是印巴就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奥斯卡其实是1980年的后代后半，还是1986以后的作品，直到1990年才出版，这个一直在。所以就反正其实。作者这件事情进入作品，以前我们可能我们大家现在会很习惯嘛，就觉得有些流行漫画家很有名啊，比如说大家看过什么 poster 就记得啊，什么井上雄彦啊，然后大家可能会记得说也有谁画的什么样的作品很红，对。但是在这个之前，在以前我们讨论流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不太记得作者，比如说我现在会有谁在场知道史努比的作者叫什么名字？有没有记得下面帮我找找叫什么名字？也不有记得要叫什么名字，对，那所以就是作者这件事情的出现，就代表像我们开始觉得，因为他像是小说家，他像艺术家，像音乐家，他变重要了，因为他觉得，每次他画的，我们喜欢他的东西，我们喜欢他的作品，我们甚至喜欢他的人生历程，对啊，那所以作品就越来越个人化、个人刻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开始出现一些更有代表性的强的作品。叫什么呢？就是在台面上，今天这三本这个现场，就是先从2000年开始 ，Jim Curry 是 Chris Ware 的那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小子，他是画他跟爸爸的经历故事。他从小就有学过他爸，然后等到他长大以后，有一天他想要画像豆腐这关系故事，然后居然收到一个明信片，他爸说要不要去那边？他就说好、真的假的？但是我买机票，然后飞过去，然后见他爸，然后就他从不想再回去，然后就开始画，然后画完要给他爸看，就发现说他爸死掉了，就发现说，好，之后我一生跟我爸相见的时间就5个小时，比我一年读完这本书的时间还要短。对，就是他在那个时候，真正进入美国主流，就发现说，这样的书，可以画点屏幕，而且他的风格非常奇特，他非常大的变化，他从头到尾都用非常的美彩。然后居然可以这样子，就是大上纽约时报上标榜惨烈，就是数十周。然后接下来呢，就是2000年是 Jim Curry， 2003年 First Voice， 就是大家可能有些看过电影《茉莉人生》，也作者鲁德伊朗长大，他就是被翻译成英文的。然后他的英语世界也是超级爆，就是变成他身为一个伊朗长大的女孩子，小时候伊朗是一个民主国家，然后家里都会办舞会啊，非常喜欢。然后他开始进国中、高中的时候，伊朗居然突然变保守了，完全被保守派掌握势力，变成非常极端的第三国家。然后他都有跟同桌之人被杀掉了，那怎么办？到最后他就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好像类似半逃亡、半移民的状态，跑去法国念书。那后来的话，他回顾他的童年的事情，后来才画到他来法国的过程。对，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一幅画的是他的人生故事。像这些人都已经不是虚构了，你看你想漫画里面想象什么，是一种幻想啊，是一种天马行空，是一种想象力的展现。但是这些作品像不单是这样子的哦。那最后的就是最经典的2007年、2006其实2006，Mason Mandel 的，今年应该是这本中文系的出国的英雄吧，他的是讲那这本非常非常厉害，他后来其实是。他跟他爸爸的关系，那他其实是一个 lesbian， 是一个女同志，但是他就是现在已经要50岁了。那他其实一路走来，他一直在做艺术啊、文学啊、漫画的创作。
所以他其实在他受的教育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一般的所有比较知识分子要很清醒的这样子一路长大的过程。然后他就觉得说，哎，其实他从小到大，他爸爸妈妈也是非常有知识水准的，然后在家里他们怎么讨论这件事情。然后等到他现在这个年纪，他回去看，哎，身为一个我喜欢女孩子的男孩子，哦，那时候我跟我爸爸怎么相处的？然后他后来发现，哎，他爸可能也有一点这样的倾向。那他们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那你可不可以去，好像抽丝剥茧在寻追寻家里的秘密一样，去想说，哎，那我们家是怎么的？结果他的这个作品一炮火，就是红到不止超级畅销之外，那个被现在被改编成百老汇歌舞剧的，然后把爸爸取代学术演唱会，然后他的这个作品横扫非常多的同志文学奖跟专辑文学奖，今年的九月刚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颁他一个。是杰出艺术成就奖，因为把他跟同样的奖有哪些人，可能是有拿儿子不理的那种文学家，可能有人权斗士的律师，可能他是非常同等级的有这样的成就的创作者。然后想说，哇，一个画漫画的画家的故事的，然后后来他从第二集在讲他跟他妈妈这个非常精彩，大家可以看。然后就是，哎，就发现其实这件事情跟不太一样，为什么？为什么可以？你要不要看漫画嘛，就变。发生什么事情？对，所以就大家很直接会感觉到，哎，这些人的故事都开始跟自己有关系嘛。刚刚我们讲到作者很重要，我觉得，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是，哎，当你跟自己有关系的时候，非想说这些纪实啊，或者是回忆啊，就变成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好像是以前的我们在看漫画的时候，我们根本会想象的哦。我们在看《火影忍者》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回忆吗？我们在看。航海王的时候，我们去讲跟现实责任嘛，好像当然我们可以有回忆，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感悟，但是他的作品的内容并不是这位主题。那当然大家可以感觉到说，因为年龄层不同，所谓的主流，我们想象的主流跟这些作者他们做事情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像现在在欧洲啊，也采访了出版社，这次我也看到也有出版社总编辑说，有些成人读者为什么不看视觉文学，不看漫画？那就打开来看，哎，不是就漫画吗？内容是漫画，因为看起来就是漫画嘛，根本不是漫画。那所以就发现，哎，他们可以分这两个词，哎，他们会分出一个词叫视觉文学，叫 graphic novel。那为什么要分这个词？为什么讲漫画就好？大家都在看漫画，然后看起来是漫画，我们叫漫画就好。哎，为什么？为什么叫视觉文学？那比较直接，大家可以想。像大家都会说我看卡通，我说我看漫画，但为什么？在座的朋友，你觉得为什么？为什么大家现在被发现了不叫我看？卡通感觉比较像小朋友看。对。应该对，卡通就是比较不上那个大呀，对，还有视觉文学看的都是学术的。那你觉得？你觉得你对动画了解吗？你觉得动画有什么地方？比较深刻。就是动画，大家现在会感觉到，因为有 3D 动画，没有广告动画，我们好像动画可以做很多事情。动画好像变成一个工具，或是一个表达手法，它比较没有价值判断。对啊，就是它好像比较是一个可以用很多东西，然后可以拍给小朋友看，可以拍给他看，可以拍给艺术很实验。对啊，没有实验的话，可能动画短片一展，可能都几块的东西。对啊，不一定要叫卡通，卡通有一个，然后就觉得好像少什么，它就没事范围的样子。那是一样的道理。那但是有另外一个直接跟买书有关系，就是为什么不叫漫画抄，叫视觉文学？漫画大家知道，因为是叫画。接着讲，有些是怎样来看我们的漫画片长什么样子？对，大家可以想象漫画片会长什么样子？就是买书的通问题哈，肯定可以看到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刚刚有大家看到的传统的 comic， 我们原来讲 comic， 台湾都翻译漫画，这样中文版的东西。然后中间的那个看起来比较中间的那个字，其实长这样子，那个改上改掉。它大概是3到4个 comic 的电影，叫 trade paperback， 就是一般漫画店在市场上
成三十台，然后变这个，再慢慢变大，叫全联五台。所以他们都是漫画店会卖漫画，一般书店不卖这个，不卖这个。我们在一般的就一般的书店是买不到这种东西。那为什么？因为书店有直接的问题嘛，还有书架的问题嘛，还有怎么摆出来的问题。当然，他们卖啊，这么薄啊，怎么卖？对啊，他们没有办法放在架子上面，然后摊开来这么薄，一下子就会盖在底下。因为我小的那个书籍也是算期刊，就是以前是比较时效性比较高。哦，对啊，因为就像我们说，大家以前小时候有看过漫画，也会有印象，所以我们以前都有漫画杂志嘛。对啊，就是好像固定会出。对，但这个东西它的功能大也跟固定会出有很直接关系，因为当它变成一个生意。时候我就可以想，因为每天都要看八点档，我每个礼拜我都知道礼拜几就是要看日剧的什么，我要看韩剧的什么，要看哪些今天那个字幕怎么上墙什么，所以就是一样的，所以就那看漫画一样，我每个礼拜都知道我要去哪里买，所以我有最新一期。那这样的东西可以支撑新的作者画新的东西，这个东西跟商业流动其实蛮有直接关系。那所以它你要这么密集的出版。可能每个都变成这样子才出嘛？这么厚，要花多久？一两年？那怎么可能每天都有这个东西？每个礼拜都有，不太可能。对啊，但是书店只卖这个。对，所以就这个东西就变得有趣味了，就是不是卖这样子的形式，这样的比较物质的感觉，却扮演两个重要的角色。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纽约的漫画店，这间叫 Midtown Comics 这个。就是这个是在时代广场边盖的，它的漫画店，它已经历史上很久了。就是它现在在美国，但是美国应该有三间店。对，然后就看到说，漫画店长得蛮像杂志风的，对吗？一般的漫画店其实像杂志风，因为全部都是要摊开，然后是封面给你看，就像在超商逛杂志一样。就是因为它长得嘛，它只能这样卖，然后它可以按照新旧啊。那旁边的左边的这边比较像书架，它上面变成像在像书的东西。我怎么变成看另外一个？这就变成比较传统的美国典型的那种社区型漫画店，是这样，叫圣马可斯公司，这个在 NYU 附近。对啊，然后就是它就看到右边也是这样柜子嘛，然后它就一直也这样子，然后左边它还会卖一些周边商品，然后去哪里？好，那这个也是另外一间，这个是在纽约市中心的，主要在另外一间大卖场的书店，是很有名的，叫做那个 Forbidden Planet， 它其实是一个英语世界最大的同类书店，全英语世界大概有三四十间，对，叫做 Planet， 然后就是你会看到，它卖这种 comic 的地方，还是这样子，就是比较的卖杂志，然后就是有一些几千书呢，就是在另外一个。好，那我再看美国，我们跳一下。这个在英国伦敦叫 Goldshop， 在 Soho 旁边。那它的卖这种 comic 的地方，因为好像在卖黑胶唱片，全都是纸的插在里面嘛，一个一个。然后就那边找书，就要这样子的。就是通常都用作者分类吗？对，通常会呢，其实不一定要看作者。第一个是看作者有名，或者是他有没有原创的作品，不然的话可能会看到系列。因为每次漫画这种以前那种稍微会留下这些，因为它有太多不同的人在画，所以每个人都会开一个新的系列。那比如说有一个系列，是蝙蝠侠大战超人，就是他就觉得这里面刚生出底，所以他就是要画一个蝙蝠侠大战超人。所以这个系列都是蝙蝠侠在打超人，然后就是那这个系列他不会收在一起，因为这个跟其他的超人，就像这样子。那我们再看，这个也是哪里的？是阿布达比的，另外一家在同一个中心的叫什么？叫 Super Heroes。但是他卖的是什么？他卖的是典型的法语圈的漫画。一法语圈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原来有一个，他自己名字，他叫做Disney。然后 Disney BB 啊，就是我是直接用英文字写的 BB， 那原来意思就是连环图的意思。那他传统的样子其实是长这样。就是它其实是大家都有台湾可能看到像大传社出的，就是有点精装，然后这种
不是很厚，大概60米上下的这样的规格。它的法国的一般的商业流行文化就是这样，美国长这样，法国长这样，那日本可能就是我们习惯的像这种八八叉子里面一片一片。对，所以就是其实每个国家的商业的形式，然后直接你想它揪出来说的样子，那大概还是跟刚刚讲一样，为什么会商业有点这样的样子，因为它需要人工独立出来。那所以年纪这么大，是这边也有这个意思，这也是这就是后来更厚的这个梗，就是来你能想象你今天要谈的英文话电脑里面是多多这么厚，我今天完全不穿，就是你连看漫画都会觉得哇靠，进到一个家里出来，那个桌面上面去那种，就是蛮夸张的，就是所以这样的形式，它可以得到书店给你的感觉，然后把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纽约，这个是纽约是另外一家大家可能会听到的 Strand， 然后它是几个四层楼，八米的几层，我记得地下室还有两层，大概五层，对对，然后他们其中有一区，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书店，什么都有，然后超级大，然后它的你看那边主要讲的话，那一区是 Comics and Graphic Novels， 对，就是漫画和新闻学，但是其实它里面它虽然讲哇，它是没有，它是不卖惨，它大部分还是都是这样的书，或者顶多是刚刚讲的 trade paperback 这样子。因为就是这个就回到刚讲的书店，你跟书的关系是什么，读者看到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去流通，这件事情就直接有关系。那它的这个 homing 在这时候它就变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就像我们在讲漫画，这样直接去说漫画，法国的、日本的、还是美国，它都是漫画。但如果一直讲漫画的时候，分不清楚。你要讲这样的漫画跟这样的漫画的时候，对啊，就好像你都讲漫画，又分不清楚。但是，所以为了要区隔像这样像书的东西，它长得很像小说，它长得很像正式的书，所以他们叫了一个新的词。他们其实发明过非常非常多的词，他们一直很想要试着让这件事情变得不太一样。所以很多词都失败，很多词都是 pictorial story 啊，因为。Story 啊什么之类，那最后就是 graphic novel 的变成提前好像通用，然后再用书店都在用，创作者也有可能也开始接受自己被叫做我是 graphic novelist， 我是一个视觉文学作者，对，像说这样像小说家一样。那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因为这样的作品很多都不是小说嘛，那可能是个人经验或是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就现在在翻译的时候就更不想要用小说的方法去翻它。这是另外一间很有名的书店，叫 Broken Street Comic， 在 Brooklyn。那就告诉你，它已经很不像漫画店了，它很像一个蛮有气质的，可能在讲卖卖画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哎，好像书都摆得很整齐啊，然后就不像是那种刚刚看到城东市那种，就觉得然后很多胖胖的在那边晒太阳，然后晒太阳是晒。那它其实里面也有一个小店，美国宣传，就是在地的作者的作品。其实这个也是美国非常精彩的。他们其实比较，其实也不是美国，加拿大、英国都好，就是他们比较好的书店，这种漫画店，他们通常会有一个 section， 就叫做 localized， 他会有一个专门店。哎，你就发现，哎，这个东西好像是借回去第一个年代，对，自己出。我有一个书店，有地方专门卖。台湾好像还没有，台湾还比较少，台湾还是寄卖或者是有些小的连锁店很会有，但是台湾的一般书店并不会有意思，所以我要做的地方，我觉得是卖这个在地的作者自己会有意思。那这个就非常有趣，他就会发现说，这个精神是还在这个书店，在他们关心那种创作的气氛，在他们跟这些创作的关系，这些人都在看，在慢慢，然后他应该想跟这些作者沟通，那他希望来做。好，那这个是英国的另外一间非常重要的书店 ，Foyles 也在市中心。那你看，哎，有一整位 Bradley Marlow， 他的旁边是 Crime Fiction， 像犯罪小说，犯罪推理小说的样子，可以这么大，全部都是为了他。然后它里面还会分一些形象，比如说有比较流行的，或者比较真的是比较深的那种超级偶像那一类的 DJ 层的，那里面有一些很多是比较像刚刚讲的。还有一块是 DC 的，一块是 Marvel。对对对。两个最大，对，最大的主流是百分之十，
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二阶段有一个大不一样的变化，是你刚看到，作者变重要了，我们会去认，而且我们会想说，他的作品的风格上面都可以做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我想，我不一样用流行的方法，是说我要说，市场上在看什么，想画什么，对，所以他开始有一个自己的价值。那个价值是什么？现在说是用到文学艺术长法，他会说，那是个文学嘛，他会在自己在判断这件事情的标准。那这个第二阶段就变成是，他开始真的会建立起来了。那几大成的经典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80年代末的老师。好，大家有什么想要聊一下？这个就是80年代的时候，这个全世界的大概的概况，就是用。刚刚我们看到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有五点，就是北美的话开始，第二阶段他们第一阶段叫做 underground comics， 就地下自己出开始，第二阶段就不一样，他就换名叫做 alternative comics， 对啊，就是我是另类的，我不是主流的，我在做我要做的事情，然后后来是留学，我也可以当做自己出现。那日本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我们看到的都还是。可能我们在台湾，因为我们大部分就是直接看的是书，因为现在漫画杂志也几乎都消失了，这个是很少。那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根据分说，什么漫画是比较有看，什么漫画是给大家看。但是其实他们是分得非常清楚，因为他们的分类是用杂志做的，因为刚刚讲过嘛，因为你既然要让这些人可以自画，你要让他们在别的地方发表，所以他要说一个可以发表的地方，这个是把它全部做成。那所以他用杂志做分类，这本杂志上面全部都是大概给20几岁刚出社会的轻熟女，他有那种喜欢什么风格的女孩子，对，他可能会这样的杂志，他里面画笔片这种，他可能会我要给的是30岁在事业上有成，然后想要出一点职场问题跟面对还带年轻人的这样子的上班族，啊，我一本妈妈全部都是这种，对，他是像这样在做他的里面的作者。的趋势，他设计他的故事的情节，所以他在选择他的题材，对，所以你在发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就用创办新的展示方法，给更年纪更大的人看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后来开始出现他们的80年代的另外一波的新浪潮作者，就是我都不用，我甚至我可以跳脱这个，我已经也是一样用我自己的标准，那我已经看过这么多风格，我可以画出自己画想画的东西，那其中。他们可能熟悉的名字就是这样带可以的，大概吧，还是他就是在场的有些动漫迷可能会知道，就是他就是画开始画科幻啊，画社会一些事这样子的作品。那法文圈也是一样，法文因为刚刚看到他以前这个东西不只是精装，它里面还全彩，就是他是做全彩的。然后他到了80年代，他已经会受这些东西影响，他说因为可以做一版。就是我也可以做比较厚一点，我也可以做就是比较风格化的东西。好，再找人说。大家有那个想好奇的问题，或是想发表什么意见？这本是11磅，已经20万，所以其实是蛮多的。乘以30啊，每斤20块乘以30，就是32，700，这样一本，所以很贵，就是以台湾物价说很贵，但是以北美就是这样的规格，20万其实蛮一般，大概是20块上下的钱。对，就想说哇，这样子。他们可以这样子慢慢画，他们是什么样的在看漫画，什么样的在消费，对，就可以去想象他的出发起差异，好像是我们想象不一样，因为我们都只看内容的时候，我不会去想象这件事情。其实我刚刚想的是，因为刚刚讲到不管是商业考量，或是通路的考量，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包装他们视觉文学的形式，但是在内容方面，因为我们可能过去的认知是。漫画是一种拿来娱乐的，那不管是英雄的故事，或是加菲猫的故事，
不知道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比较上的研究？其实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到研究，但是就其实幽默这件事普遍性的嘛，不管你把你半开、闭上开，都可以有点幽默。我们可以有黄色幽默啊。
然后一开始就不会骑车，为什么？因为要去考驾照啊，干嘛？所以就是非常多这种很好笑的生活的事情。然后结果呢，就是看，就是他就是这样孤独度过他跟家里的生活啊，然后养宠物啊，然后就是一种乡村的日子，这样蛮悠闲的。就到了最后，他住了一年以后，就福岛就爆炸了，他们住在福岛县，因为福岛县。所以他是个同情，所以他的第二句就是他们该怎么逃难，完全就不懂。对，所以他，然后就是他就是画他自己日常生活的故事，然后他是想要画出来，但他画他没有必要，然后画他日常生活变这个样子，就是有这样的作品。倒是，不过我知道的是，其实在自省这边，就是美国漫画会有专门的在拍字，甚至设计装帧纸，他们是有一个美术店专门在做字。那这个跟商业就可能有机会，就像欧陆的话，他们有一个职位是专门在写对白里面的字，手写字，就是说大家底下可以来翻，如果不是国际同漫画书，里面它的字很多是手写对白，全部真的手写。这一般的怪物的时候，他也全部重新，非常夸张，就是对，那跟你合作啊。哦，好，那既然刚刚有聊到主流嘛，那我们开始主流化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流行的风格啊、成熟化这些情况，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有没有不同的做法？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对，就刚刚那在场的朋友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严肃的东西嘛。我们还是回来画超级武侠，或者我们再画一些这种战斗啊，或者冒险故事，还是可以有点不太一样的改变。那当然有啦，就是看前面的这些经过1960年代、1980年代的这些作者，他们到了这个年纪了，他们都还是想要在做这样子的广泛流行的作品的时候，他们还会想说：“那我可以做什么？我也想要做一些可以不太一样的事情。”那就开始变成这些年代的东西，全部都在80年。那首先我们介绍这个就是1986年 Frank Miller 画的那个 Batman The Dark Knight Returns 是黑暗骑士的回归。那大家都知道这几年蝙蝠侠总是都被拍嘛，然后拍的是什么黑暗骑士这个系列。那为什么被拍这个系列？其实从最早蒂姆·伯顿在拍的时候就是在拍这个系列，因为就是这个系列让蝙蝠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蝙蝠侠在1960年代、1980年代之前他是变成搞笑角色，大家可以。你去看1960年代之前的蝙蝠侠，然后后来他因为他那个黑暗的那个形象，这样很难去让他对你角色深入，然后就变成那个这样子超神秘的，然后最后在黑暗里面出没，他变成一个有点荒谬的人物。所以后来的蝙蝠侠把他变成做成电视卡通，都变成是搞笑的。大家可以去看1960年代之前的蝙蝠侠，那个搞笑的作品，然后觉得哇，这跟黑暗其实差太多，然后很难想象。但是他就是还有在那个看过年代，但是今天并没有办法播，给他看。在1960年代的电视剧，就是用一些可能说制作成本不是很多，然后就用很鲜艳的颜色啊，然后整个场景非常阳春，但是有一点它娱乐性比后来的黑暗骑士高。对，我觉得很好笑，很轻松的这样子的东西。那 Frank Miller 他做什么改变呢？这个蝙蝠侠其实超怪，但是大家可能想象。他这个故事，他知道蝙蝠侠，但他有一个自己的设定的背景。他就说：“蝙蝠侠已经50几岁，他已经退休了，他已经退休了。”然后退休了，然后他就遇到一件，就是他跟他就是非常跟你讲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就觉得真的受不了，靠，我已经退休，想要遇到这种事情两毙了，我就一定要站出来。而且他就觉得说，我都到这个年纪，我就豁出去，我什么都不管，我就是可以，就是为了那个惩罚邪恶，什么都做出来，不择手段。所以他到后来，因为他要去揪出那个魔的邪恶黑手，他甚至开始跟美国政府对抗，他跟超人对打，他一路跟他打过去，非常夸张的故事。所以，然后他就当然就是要干掉小丑，就还是设定那个魔的黑手就。
下，身为一个退休然后有点中年发胖的科普一下，大家去为了这样的目标，然后要去对抗这个体制，对抗这个社会，甚至对抗仇人。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在这个故事上跟以前的故事差很多。对，那我们还看到类似的故事，真的这些在主流。那挖掘面，挖掘面是另外一个木偶很重要的，现在也很重要的一个编剧。他等那时候是1986年的时候才出品。他这个故事也很悲剧，他这全部都是超人的故事，但是这就是他自己发明的一些有特异功能的超级英雄。他的时间背景呢是连越战打完了，然后美国打赢了，然后美国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在那个对抗共产势力上面非常的有力量，所以他就要开始要跟俄国对抗，所以他们快要发动核子大战。然后那时候非常多在越战时间为什么美国会打赢，但是因为他有看过超人嘛，就是看过超人可以发去打仗，所以这些人都开始给退休了、啊，就已经去当兵了、啊，然后就开始去生活上的工作了，然后有些人就是退休了、啊，做私家侦探干嘛之类。然后就是结果，他们这群超人朋友就有一天就发现什么接到一个奇怪，他们一个老朋友聚会的时候全死掉了，就他们去追出幕后凶手，然后就发生这个事情。对，所以他是设立在这样的背景，就觉得哇，这跟以前的超人完全是很不一样，就是这些超人可能都已经进入社会。对，好，那这个就是可能下一场也有一些朋友会知道，当然最直接就是那个面具，就是这几年应该声誉场。这个地大家都会用这个面具，鼻子的孔对嘛，也是后来也改编电影。那他们的故事也是类似，然后也是他其实也是莫文的作品，他就是设计在说，在就因为他这个作品应该是拜仁的话，但是设计有点说，未来的英国他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集权的国家，然后就是那个高压政策，然后警察监视你，说我日常生活，然后违法犯罪的事情，所以就是没有应该说幕后有另外一个黑幕。对，要去对抗这个，也是一样要对抗这个国家这样的故事。那他就是，所以这个变成农，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的这个英雄，他就戴着面具，然后去做颠覆政府的事情。对，那就会发现，这个英雄就是，所有我们在讲以前的所谓超人，好像是正义的这种拥有力量的人，他好像跟以前不一样，这个拥有力量变成是另外一种，为什么我要去使用这个力量，或是为什么我要去？跟这个就是我觉得好像都是打很理所当然的坏蛋，那些这些坏蛋都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因为坏蛋不在你生活里面，甚至坏蛋掌控你的生活，是你平常就生活在其中。对，那这样子的故事也就会有跟以前的流行的稍微不一样。那当然就大家记得 Neil Gaiman 的 Sandman， 他这个故事其实用了很多人都是华人传统的故事，然后再讲到是很猛。因为这个主角是梦的梦神，这样子，他的周边都是那什么宿命之神啊，然后什么有那个有大之神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在讲是那种好像人世间没有绝对的一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在讲的是这个世界的运转，对，然后像这样的冒险故事，然后他甚至用非常犀利的语言在写他那个时候的对白。那这刚刚大家看这四部，他们都超红的，他们都超卖的，真的是。就是《纽约时报》上要放，然后一直卖到现在的经典作品。那他们就是对他们是流行作品，然后就是 DC Marvel 的出版，所以就发现一些主流也是出现这样的奇怪的作者在做，利用原来类似的情景，可以做冒险，可以做战斗，那都可以画起来。所以刚刚提到像 Frank Miller 或者 Alan Moore 这种作者，他们是实际上自己会去画的吗？还是他们算是一个？编剧的角色，然后因为他已经这么红了，成为整个 enterprise 的时候，是不是底下就有很多帮他们做画的人？其实，这几个人有点不一样啊。这里面只有 Frank Miller 自己画家，对，那其他的 Frank Miller 也是编剧，那其他的像刚才讲的诺兰、纽凯文，他们都是编剧出身的，所以他们自己有时候自己会到齐，对，他们会跟不同的画家合作。他们像纽凯文，就是他自己的写小说的，他有非常多的文学作品。但不只是做漫画而已。好，我们就继续。所以我们就会讲到说，为什么现在我会去讲，在听到我刚刚为什么我们要翻成是有一些，当然就是看到不只是美国也很夸张，现在你看到日本作品来到国外，他有的都会被觉得是有一些，那是发生什么事情？不就漫画吗？漫画我们只都看日本漫画吗？那看片是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这个大家台下。看不清楚，但它的设计很明确。
这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部作品，它是《怪医院剧客》，很有非常非常炫的是戏剧设计，黑杰克的封面，因为他觉得黑杰克在谈的东西不只是那么单纯的这个小朋友在看，他其实是一个他的把他的演技也好，把他可以真实界的反思也好，把他的想遇到这些事情也好，或者是说像这一本，这本就是他也有说过，就蓝帆放浪舞台是这次的一部蛮重要的惊喜的作品，这也有被卡通。那他的话，那就是是惠子时期，在台湾就是真的就是像大漫画书这样子，就走开一本，然后就小小的这个陪伴，就是大漫画书。那那么一画就是变成是这样形状的厚的，然后这么大的，因为他画的故事呢是，从小就是跟姐姐一起玩，大家篮球，然后喜欢穿女装。小男生跟一个帅帅的女孩子，他们从国小到年级一直到念国中、念高中，他们怎么谈恋爱？他们跟身边的世界是怎么相处？他们怎么觉得是什么的？所以就觉得，他都已经在往这方面想，他变成一个成长的故事，变成一个好像是我对于我这些性别认同也好，或是我对于这个社会我是怎么在想也好，他好像变成他真的是一个好像可以更正经去看待他的作品，而且。更夸张的是，这些书它可能是，会因为他面积跟这个社会背景嘛，所以他会去谈，比如说他会有初级，他会有学，他会有后级，就是他好像不是当成我今天只是 copy 一个，然后翻译完，然后就出，不是这样子消费的东西。那今天我们现场有一本，类似的这个概念，就是他这个是这个作者学梦猫，他看妈妈应该知道，就是回太阳城。日本妖怪的权威，但是他其实除了画妖怪这些怪谈故事之外，他有另外一个系列很重要，其实他画了非常多他的成长回忆，画了日本一路走来的历史变化，他有很多这样的作品。然后这一本就是他画他二十大战他去当兵，他在南半岛，他在当兵的时候，他在中南半岛，他在菲律宾，他看到这世界是什么样子，对，所以他就真的就是他真的是像是。他可以演这么大一个，他给我一样，就像刚才的亲友攻击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他就是把漫画做这样，他就是那个漫画做。那原大家会看原本原作，就是出的那种漫画，日本的整他就是出的那种漫画。所以我们看到说，刚刚讲到的那个艾丽森那个翻红变成大会啊，然后或者是说像今年年初大家都有金像奖那个。但是最温暖的颜色就是去年开始在金钟影大奖的就一画一对女孩子恋爱，然后到他的学历，一直到他现在的爱情故事，爱情原作也是文学，你可以拿它看成金钟影奖。然后或者是像柏林国际文学节，他们也邀请了一些像这样的作者去参加，那就是他一般的漫画当然不会出现嘛，那他要的是谁，然后怎么选择先生？那大家发现说，其实这个 graphic novel 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是，好像不只是美国的事情，它好像是世界各地在发生的一件事。那然后台湾好像没有意识到说，其实这个东西可以怎么去发挥，或是可以怎么社会上可以怎么接受它。这次我觉得就可以扮演一个蛮不一样的角色，就是当我发现说这个时代在变化的时候，那我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个时代在改变嘛，那漫画其实它不只是像刚刚讲的，我在画的故事都有记录啊回忆的，它是可以做很多，它可以做些什么呢？
新闻，就是新闻不是拍照的嘛，新闻不是，对啊，我不是真的那个中央没有画的嘛，我们想到画是什么，可能是苹果的豆新闻之类的，就是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为什么可以画？那我们也可以看另外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 Chris Dorfman， 我们来看一下，真的，这个是，大家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然后他们周末都有一个周末版，就是 Times Magazine， 然后他们现在后来网页上面常都有他们自己网页的个别专题啊，那这就是他们经常做的一个例子，他再做就是让新鲜发行时间可以嘛，大家都知道，那就找这个作者来做。他去巴西，他去看，他可以怎么样去谈这件事情呢？好，他就是，他就是我的旅行的那个看到的诅咒。那我们看到的事情呢，那就是在巴西世界杯，就是在几十年前中，在巴西终于主办主场之后，最后他们就是突破了。
那讲到工具呢，我们就要讲一个我在英国看到的例子，它其实在伦敦发生的一个聚会，它叫 Ladies Do Comics， 就是小姐做漫画。那其实现场呢，我们看书这一本 BBMU， 然后这是创办人的其中他们两个大妈创办的，都是就是大妈都非常非常酷，然后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大妈呢，她就那时候这本书得英国医疗协会那种大众医学奖，我想说哇，漫画得英国医疗协会大众医学奖，那到底是画什么？她就在画说，哎，她在十几年前跟她老公那时候的小朋友，就是两岁的时候，因为心脏的疾病关系开刀做，就是过世，这边是她后来就一直走出来，结果变成是后来过十几年后，他们在回忆这段经验的时候，会觉得说好，我想要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但是他却画成一个非常非常搞笑的作品。他就那边画说，因为他那时候都还在高中兼课，也都还年轻嘛，没什么工作，所以他就是带英国的是那种移民啊，或者是外国的人来英国找工作啊，就是带他们带英文班，然后就很多人下课会来问题啊，他就说啊，我有孩子生掉了，然后就遇到一些人，他说啊，是没关系，我家有10个小孩，然后9个都死掉了，然后就是只有我活下来，所以你一定没有问题。然后或者他去参加很多心理咨商场地，就是每个人都在讲说哦，那个悲惨，那时候我的小女孩就在哭的话，我就然后他就读到大家讲的议论，然后他就发现说，那我听不到讲什么，因为大家都比较悲惨这样子。所以就是他就用这样的作品，或用这样的风格，而且他画的超级迷楼反这样的非常像素人的画法，这样的去画他的作品，他就觉得说大家都看到我画这么烂。他都会想要，都会知道，哎，怎么会那么难？然后给画，所以就是他就在我心情的这种活动，所以他这个 Ladies Comics 也非常有趣，因为台上太累了，看不清楚。那我那天去的其中一场是右下角这一场，他其实也是单亲妈妈，他现在在念博士班，然后他的作品就是在画，他是一个单亲妈妈怎么去带两个小孩，然后爸爸都在这样，还是怎么样，在遭遇这件事情。那所以他的天赋是也是爸爸带到小孩，对，就没有他小孩旁边玩。就像我在那讲 DVD， 然后想跟同学去，然后去就被老板抱起来，然后背上，然后被摇一摇，所以就是超级无敌满的妈妈。然后他的这样的活动，他平常也不是说，我就是像今天晚上想直接做演讲，但是我都会讲。他们其实平常或者少一点之后，他们开场甚至会一个小时，是大家都会先自我介绍，然后说我是用什么来生，然后我为什么想要知道这件事，或者我在某些。而且他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当你最近心情不好的时候啊，会做什么？然后改变自己的那个气氛，就是你会觉得做什么振作很强。所以就说，当一件事情开场，花了大概1小时左右，大家都互相认识的，大家也都知道，好像有点话题了，通常就会有这种一些时间，对，是吧？一些时间，因为这个活动不用钱的，可以吃东西。对，然后吃东西大家干嘛？吃东西大家肯定要会去，因为不用钱，场地比较长，对。但是吃东西的时候，别人跟旁边的人说：“哎，刚刚你吃到什么？我觉得很好。”然后或者你有带作品，然后我可以看一下。对，那就变成一个好像是大家的聚会，就变成不是。都是妈妈的主题，不一定，非常多人来。对，就是后来变成是好像不只是你一定要很喜欢看妈妈，你对这件事有兴趣，或者说一般每次可能会有点。被邀请来的讲者，所以我在分享什么样子次数的邀请方法，那你可能对这个题目有兴趣，或者你是这样子就可以来，对啊，所以就变成是说，好像变成是因为更轻松的，像大家的，就是想去聊天的那个社交场合，好像不太像是你平常去漫画节，就是签书啊、排队啊、买东西啊，那比如说这样的活动，很多它是为了社交，为了商业。那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的交流活动，大概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用 Google 嘛，大家都会扫线面。那你说，不管是做创作也好，就想看书也好，可能你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也好，大家是喜欢这样的做这样的东西的人，那说你可以跟人交朋友也好，或者是跟人家分享，或者是说认识新的朋友，那不是蛮好的嘛？对，他是用这样的心情。那他现在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然后都拿时间来用，没钱嘛，所以就发现，其实漫画记录是我这件事情。
刚刚讲的大马，那后来在受邀参加另外一个英国的西班牙世界，叫什么的 Sick Festival， 直接翻译是有病世界，就是有病的人来参加。那大家左下角的那个咖啡，就是说有病世界也是在在处理说把自己的精神还有社会上的各种挑战，然后关于你的生死。所以他就是不管是来创作也好，来参加也好，或是我们可以处理什么样的题目也好，他我们可以做一些主观想象，不太一样的事情。那他那时候那个大妈，就是那个雷斯高林这个大妈，然后他就是跟其他三个漫画家四个人分别去受邀去做一个计划。那计划是要在城市里面，在那个 Brighton 的产业城市里面设置四个很大的灯箱。那灯箱是什么呢？灯箱会有两面嘛。正反两面会有各自的故事，他们就是各要去那个采访不一样的医生跟病人，一面就是诶这一组医生跟病人，那个医生的故事他怎么看自己，他是怎么遇到他，他是怎么想自己，大概会这样子。然后另外一面是病人，他在看医生的时候，他们都是各自要解决他的产生的病，或者是甚至他最初的，那他在产生的事。那他们这个作品被放到城市里面的时候，他就跟你在看书一样，他不是个人的事情，他们也是一个大家正在了解说，哎，医院里在发生什么事，或者在了解你的人生，他现在正在不舒服的状态，他怎么面对这个挑战，他怎么走过来，或者是医生他可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扰，或者他不知道怎么跟病人讲，或者他怎么沟通，或者他遇到什么，对，他遇到什么烦恼，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看不到的。但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情况，让漫画家去参加这样的情况，然后把这样的故事带到社会里面。就是他居然有这样子的创作型的情况。另外说，其实漫画可以说是比想象中多。那当然，在这个东西里面，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概念，所以现在受相关的领域越来越多。像这个 Graphic Medicine 就是跟刚刚的《The Invisible Comics》还有跟那个《Spectre》都在一部。那这个创办人自己就是医师，他自己喜欢画画，所以他也喜欢漫画、视觉文学，所以就觉得说，哎，现在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我们能不能再试着去做医生，或者利用这样的方法去多做一些事？所以他就开始从大人小学的文化和研讨会开始，让学院或者医疗机构的跟做创作的可以互相认识，他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做这样的情况，所以就觉得，哎，居然有这样的团体存在，然后他们也试着想要用自己的。专业去在这个社会里面东西改变，那因为他们这样变是一种社会关怀底下在想的情况，不管是新闻媒体也好啦，或者是说做漫画活动也好，那这些都跟我以前我是创作者，我想要画，我想表达东西，我梦想我要实现我自己，我想要变得伟大的漫画家，这样变得不太一样，就是我会这些事情，但是我可以扮演角色会更多。所以我就可以问一下啊，就是从第一波我们刚刚讲六零年代这件事情，到后来大家变成是被主是我要自己做，到后来我们确定我们要做什么。其实这个东西跟今天做到的没有关系啊，因为六零年代的东西所谓的创新，就是在那个年代的话就是这样子，都要自己做。那第二波呢，在讲漫画界第一学的时候，各风格化的作者其实都在这里，甚至包含台湾的作者。做一次事情，就像小壮，他画的是他八年，他现在是蛮壮的，他广告导演，但他是画了八年在路上大工程，带来伟大的团队，台湾就会发展到现在，然后他跟他那时候差一万几的时候，或者是说像另外一个李金，他在画是在欧洲的法国，跟那些混的主要在法国，然后他去法国学漫画，那这个作品在被定成是法国欧洲的幼儿读物，他画了他怎么长大之后，然后记忆时代。他们从江闽南语混到江闽南语，他小时候在听这个老歌，他怎么面对后来台湾几年以后他变化，他把他的生活，那台湾是什么？他在台湾怎么唱？他的生长过程，所以就是这样子，你不一定只看国外的嘛。那甚至包含着像这今年在帮他们外传社在外面学习，也要做一些相关的书，像钢琴先生的很好，他其实现在也在做准备。作品我们死，再想一个喜欢的电影，可能看过，就是全川时光电影，
那全当时候就是看他的高长大，看他肌肉的长大，应该就是把一个年代当日本女生提起来以后，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或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样子关系，爱情是什么，然后我的生命是什么，他是在想这件事情的处置，所以他在画画的时候，这本就在画的时候的寻找，有时候学校东西，他们的学校遇到一些问题，那他们是怎样怎么画，对，他们遇到暴力时，他们的心思。所以，六面像这样的作者型作品这边，就是你看到第二阶段，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然后，所以我们的话，对文化知识自己带来一点帮助，然后帮助进入社会。所以，我们刚看到第三桌，今天这桌上面就都是这样的东西。哇，这是今年太阳花结束后，各方面就去做的是两六的书，就是用方法非常的棒，然后去用文字插画去想，让他手在现场。或者是说，像那个比较重要，像中研院里面也是出一次计划，就是跟出版社合作，然后找台湾独立创作者来合作，用台湾的主题、当地史、他们的乡土来做跟台湾有关的故事，然后就是做期刊，叫什么期，然后每期都有不一样。那这期就讲到以前的那种，就是从中央起义到更早、比较明显的同类学的年代，慢慢是出国留学，就讲台湾的历史，出国在以前的事。所以呢，面上作品很多，那包含着像甚至是建筑界，大家可能建筑这边自己也跑吧。哎，你可能知道一些世界级建筑师，现在都会用那包的视觉文学来讲，他们看到的社会，然后来看建筑空间，然后怎么想盖房子什么，现在有这样的本书。对，所以你发现其实这个进步社会这件事情完全不一样，甚至是我去年秋天的时候采访到的非常厉害的在大陆，他们现在是出一本。叫做 KPDSN， 它就是直接翻译是视觉史，它是用漫画的方法来做国际新闻，整本的国际新闻，就是它的期刊，它就一次就是做世界各地的新闻。然后觉得哇，现在可以这种作品，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在国外正在发生的那个不同，还有它可以做的事情，跟我们原来想象画漫画做创作，好像啊有真正做的那样的。那我从纽约我们来看，因为像巴黎那个 DVD 那个其实我在加拿大还是纽约的时候看到，就是其实它也不是只有在法国嘛，对啊，就是这边是一个国外在流通这件事情，当我们都越来越努力，然后输入在网上面一直去，然后在接触这些不同样的形式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好，那所以就是世界改变，就包含着最近像你在发生的。雨伞的命其实也有自然好，对，就是发现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跟你的生活的关系，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关系。那我今天大家都是这样子，谢谢大家。大家可以用文字去写作文，现在已经讲完，大家可以站起来，开始看书。
谢谢。